哎呦，大家晚安，新年快乐。Hello， 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行大运。我只会这几句虎年的吉祥话。Hello， 哭江自红，阿哲志豪金佑，仁豪洛克，新年快乐，平安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结果今天天气不好，很阴天。今天妆很美吗？这是我过年以来第一次化妆，抢红包喽！谢谢洛克的红包，谢谢阿华的浪漫玫瑰。我整个过年都没有化妆，这是我过年来第一次化妆。今天眼线画太长了吧？我来看看，好像真的有点长。我眼线画太长了。我把它涂掉一下，我太久没化妆了啦，不会化妆了，很丢脸。谢谢补灯补到兔的新春会员票，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讲？我没看到啊，我太久没化妆了。对，今天志龙住这边，他整个过年都住这边，因为他的主人回乡去，但太远了，没有办法带志龙，所以志龙整个过年都住在这，谢谢大家睡觉，很可爱吧？切换过年也生存在这里，切换。他有回去啊？他有回去，他是台北人啊，所以他也不用回什么南部去。啊，我是有回去基隆四天三夜，对，然后我昨天晚上回来的，因为今天要直播，然后我什么衣服、化妆品都没有带回去。基隆，所以我就昨天晚上爸爸妈妈送我回来。我想说这样直播比较方便，而且我的器具什么都在这边，这样好点吗？好点了。很久没在基隆那边播。我以为基隆是狗，想说什么时候多一只黑柴，还是可爱的喵喵。他这几天都一直睡在这边，然后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跟我挤床，他就睡在角落那边。然后大概一早六点多还是七点就起来叫要吃饭了。初三睡得好吗？睡得好哟。而且自从我们猫砂，因为外面有哈库嘛，然后就是狗狗在外面，所以自从都是在里面，不然他们会打起来。然后我就把他的猫砂拿进浴室里面放，结果呢，因为自从上完厕所，然后不是猫咪都会去挖沙嘛，然后就把它盖起来，结果他脚上每次上完厕所脚上沾的都是沙，然后又踩出来，所以我整个浴室的地板很像沙滩，超刺，很像在走那个天堂路，整个浴室都是他的猫砂，超刺的，智龙です。他也会把沙带到我的床上啊。谢谢以家人孟宝送的贵族选票，谢谢孟宝。Hello， 新年快乐，大家新年快乐。他用脏吗？没有，我觉得那个不是脏，那个是爱的印记。如果是这种的话可以。谢谢海海的甜蜜爱心，谢谢，谢谢金泽新年快乐，谢谢洛克的新年快乐，许明午安，新年快乐。你为什么在看我直播？眼线太长了吧？我刚涂掉了。没有，你看。谢谢以家人的人气选票。哪有？有。没有啊，平常也长这样啊。没有没有。另一边有长一样啊。谢谢。听听乒乓场的新春会门票，谢谢 Lose 的闪光星星。对啊，外面的雨声不小。今天比平常速，对，我今天没有换很浓。谢谢志宏的非你莫属，
谢谢志宏，谢谢罗侯的爆竹，有四个红包哎，我忘记抢了啦。谢谢大家送的红包，抢红包。今天真的比较特别，有吗？是不是你们太久没有看到我了？我今天有长得很不一样吗？我今天长很不一样吗？还是我太久没化妆了？谢谢金佑的爱的烟火，我觉得我跟平常长一样啊。是，谢谢志宏的来笑一个。哈喽草莓角，我今天要长得比平常不一样吗？真的，哪里不一样？眼妆。眼妆吗？你那太长了啦，你已经要拉到耳朵了。是我今天眼尾比较粗一点，我换了比较画明显一点。是吗？对。Hello， 以家人玉你好。我觉得其他没画才长得不太，我其他有画啊，我腮红、口红都有画。谢谢柯基鱼送的，给我小心一点。谢谢柯基鱼，这是小火箭呢、欸。头发比较黑，还是因为没有下眼线？我平常就没有画下眼线，哪里不一样？谢谢后宽的告白气球，谢谢阿元。谢谢阿哈的米卡找亮点，谢谢樱桃猫的爆竹，谢谢阿元的爆竹，谢谢 LW 端的爱的烟火，谢谢 SOBA 特工的缘分相遇。我觉得应该是你们太久没有看到我了。谢谢梦宝的相守之心，谢谢 Cody 的闪光星星，谢谢高粱粉的相守之心。现在大家来找茬吗？注意力都集中在眼睛那条线，所以我今天右边的眼线画的比较粗一点，眼尾的部分这里吧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对。还是那个设定跑掉啊，所以看起来比较白。我的那个美颜设定是吗？不知道哎。更新后跑掉了，还是光的问题？感觉本来还以为今天会在基隆直播，感觉很好笑。什么很好笑？我很好笑吗？会上睫毛？还是我剪刘海，刘海比较短，头发比较黑。谢谢志宏的带你去流浪，我也觉得我今天长得不太一样哎、欸，我觉得是光哎、欸，因为今天没有什么自然光，所以我刚开了台灯的光。谢谢华华的和你一起，谢谢 LW 的星星。但我觉得今天看起来美肌比较大、欸、为什么？好一点。谢谢柯基鱼的香槟，谢谢以家人玉的浪漫玫瑰，谢谢 SOBA 特工的爆竹，可能是天生丽质吧，太久没化妆。这个头发好像要长长了，我爸爸叫我留长哎、欸，真的、哦？对啊，我爸说你头发有在留长吗？说他说不要剪那么短了。谢谢 Himeji 的闪光星星，谢谢志宏的相守之心。爸爸是长发控吗？他好像比较喜欢我长发，但是我蛮喜欢我短发的。
我也喜欢长发。居然爸爸给建议了，哥哥呢？长还是短？哥哥都喜欢吧，他就没空啊。没有，我觉得他比较喜欢雅恩，我感觉。哦。好啊。为什么？谢谢 Ricky 的掌声鼓励。姐姐，姐姐，他才不喜欢我吧。我觉得长发很好看，短发、长发都喜欢。欢迎加入酱油派，我哥哥是酱油，他喜欢面面。姐姐讨厌可爱品，谢谢水袋巴的全力声援，谢谢。大家过年都在做什么啊？我过年都跟家人一起追剧，然后昨天去了去拜拜，去一个桃园的财神庙拜拜，在桃园大溪。然后昨天去拜拜，然后哥哥姐姐跟妈妈一起买了一张2000块的刮刮乐，然后他们拜完之后刮，然后就中了10000块耶。其实我觉得2000块中一位很多吧，很厉害耶，我觉得蛮厉害的。然后我就没有出钱，然后莫名其妙分红分到了1000块，好开心。我没买，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赌注的人，所以我就是没那么喜欢赌一个东西，所以我就没有买。谢谢阿元的掌声鼓励，这么扯。厉害，谢谢柯基鱼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含笑半步癫的甜蜜爱心，谢谢。家人谁最有偏财运？我跟你说，我姐超有偏财运，从小时候就是了，就是小时候抽红包什么，我姐都抽到最大奖那个。就是虽然她平常看起来废废的，然后活在自己世界，但是他偏财运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好。我就是最不想要他得到最多的钱，但每次都是他得到最多的钱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总是会中最多的奖金，看起来废废的。谢谢嘎逼的非你莫属。我去买5000还零，所以我就不买了。可是通常不是越贵的刮刮乐就是越会中奖吗？就是只是奖金的大小而已，但是保证一定会中奖。他就有偏财运，谢谢回回的浪漫玫瑰。那样运气，对，我就是觉得我好像不太会中那种东西，从小到大都是。就猜拳也是，猜拳永远都是我姐姐赢，然后我从小到大猜拳很少赢，所以我知道自己很少赢，所以我就不太会去买那种东西，因为我知道我会输，所以我就不太会赌。我也是蛮会中，真的，我觉得我是靠那个努力得来，就是好像这种东西不太属于我。平安是收红包还是包红包？今年都没有哎，没有收也没有包。因为我们家过年不太会去亲戚家，就只有自己家里会聚，所以就没有包也没有收。弃儿众生写纸笔，所以过年不敢买刮刮乐，运气用完了。不是有跟姐姐哥哥一起包给妈妈吗？那个是妈妈的生日，但过年都没有。你是属于正财运，收了好多红包，好好哦。我没有收红包。还没有当姑姑或阿姨，还没有，我哥还没有，连女朋友都没有。但是我怀疑他有在，就是他这样说好吗？反正就是我哥
除夕那天，除夕的前一天来载我要回基隆，然后他就是先载了两个女生回去。我怀疑他们有，但应该还没有在交往嘛。我哥，我有问我哥，但我哥都说没有。可是他们会讲电话哦，而且他还送那个女生回去哦。但是我哥说没有在一起，所以我有点怀疑他。而且是过年那个女生会打给我哥问你说现在在干嘛，然后聊天聊很久的那种。所以你觉得有没有切换？哎，大家都说两个女生，你要解释一下。两个女生哦，不是另一个，两个女生其中一个会就打给我哥，然后另一个应该是那个女生的朋友吧。自己在那边猜。我就有点在猜。八卦哎、欸。所以还没有当姑姑或阿姨。哥哥是我的榜样了。两个的部分。没有啦，有一个是朋友，有一个是那个女生的朋友，然后有一个是我看我哥动态都会，现实动态都会发，可是我有问过我哥两次，他都说没有。哎，有人说是工具人的部分。哈，我哥是工具人啊，但是我觉得那女生都会转发我哥的东西，所以我不知道，在猜而已。一个是烟雾弹，结果那个女生的朋友跟哥哥在一起。哦，这个进展也不错。求哥哥收我为徒。然后我那天就是因为我哥先送那两个女生回去，然后我就坐在前座，然后就很安静的看着。你是前座女孩哦，对，前座女孩，唱一下。尝一颗还没熟的柠檬，哒啦啦啦啦，哒啦哒哒，哒啦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啦啦还没熟的柠檬。其实我没有听，就是没完全没有看过这首歌歌词，就只是在后台听过，所以完全不会。噔噔噔，怎样？完全不知道歌词，还有口白什么？我早已什么在这等你哦，还是什么的？什么什么？就是完全没有看过。什么窗外？什么窗外？然后那一颗？那颗还未成熟。什么还属于你的柠檬吗？你认真点，反正你就念你的，然后呢？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是口白，我不知道口白是什么，就在后面听过。谢谢伯威的掌声鼓励。你现在念。谢谢水大宝的新春温柔，哦，一直都很喜欢你，只是怎么样也说不出口。大家给我提示，你们好棒。然后呢？谢谢 Ricky 的看好你们。看好你，看好你哦！看，差点说看好柠檬。平常什么时候待遇前座？前座不知道哎，是蛮想跳跳看的，感觉真的很青涩哎。我只知道这个动作。有人问你是不是在公司宿舍？谢谢他们的掌声鼓励，不是哦，这是我的家，后面有一只猫在睡觉。什么牢牢牵着你吗？那一颗还未成熟，还过于青涩的柠檬。然后最后婷丽就是说，接下来请继续欣赏由 Unibail Flower 带来的 Reset 公演吧。噔噔，你自己可以演完一整出哎。Everybody, are you ready? 对呀。分呀，我一人分饰多角啊！你要演婷丽，要演粉丝，要演什么？演我自己。演你自己。要跟家人吃饭了，拜拜，志豪，新年快乐。一定是听你念的那些，然后有时候还会念成萨库拉。但我觉得 bell flower 真的不太好念。超难念。Uni bell flower, bell flower。婷丽念的比你好。旁边是姐姐吗？旁边是朋友。嗨。属朋友。Daisy。接下来请继续欣赏由 Uni Daisy 带来的 Daisy 好念啊 ，Sakura 也好念啊，就 Bill Flower 难念。漏风。旁边号称八十的鼠。乱讲。绝对不可能的啦！
虽然是这么说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已经90公斤啦。这是什么、啊、整个过年默默的就90公斤了。谢谢福福妈的告白气球。你过年 有一直吃吗？有啊，我也是耶、欸、我在家就抱着那个洋芋片，然后一直吃一直追剧，像个小宅女一样。我也是，我一直打麻将。我整个过年跟我们家一起追了那个僵尸校园，全部追完了。谢谢哭姜，增加了10公斤，发胖口白，这样对吗？可是今天的新闻头条，僵尸不好看，我觉得就是爽片吧，就是看咬来咬去的，蛮就是抒发压力的。但是内容的话，我就是觉得有点，就是僵尸片都会出现的那种内容吗？就是拿来抒发压力、打发时间还不错啦。千望知道上次你用他的账号留那些留言吗？知道，他知道。就是你们，你们去跟他讲的，是不是？还特别来留言，根本就是宅女。谢谢宣伟的掌声鼓励，谢谢 Cody 的爱的烟火。我刚刚怎么突然有 A B C 口音？烟火，爱的烟火，来出卖祖祖好了。祖祖有什么好听的卦吗？你要怎么出卖他？谢谢博维的我的观众，谢谢博维。这个还没收的吗？谢谢许明的爆竹。正好今天李佳丽、李彩姐不是说一点要过来吗？到现在还没起床。反正今天有一个、啊，今天是那个 Nina 仓鼠，她说。他好像密切话说什么时候可以去平衡家打俄罗斯方块啊，然后上次 Taco 趴那一次他来玩，然后就有点不认输，然后打到半夜了还不回去，然后他就好像过年期间也不知道干嘛，他就秘密是吗？然后他就约了今天要来，就什么人都还没来，我觉得我根本就还没醒，还要约多早。但是初三本来就要睡到饱啊，初三睡到饱。但是韩寒昨天约他的时候，他说我们大概1点多1点过去 OK 吗？我说当然可以啊，只是我在直播，就是你们可能要等我一下。他就说没关系，可以陪你直播。结果现在人呢？人呢？连醒都还没醒。他不是要陪我直播？他不是要陪直播？我播完了，他可能都还没醒。李彩杰，他不是要陪直播？笑死，我也睡到刚刚。蜜子昨天太累了。而且昨天彩杰，我那时候昨天还在车上，就是跟我家人从，因为我们去拜拜，从台湾回来，然后在车上的时候，彩杰就密我们，哎，他有密你跟我，就是我们那个群组，他就@我们两个说，要不要打传说？然后就说，可是我现在车上有可能会晕车，就是看要不要晚点睡前约一下。然后后来吃完晚餐，李彩杰就说，我有点想睡，如果今晚失联的话，那就明天。就他吃完饭就睡着哎。然后睡到现在，那么爆料韩寒，谢谢博云的双鱼宝宝，谢谢博云。哎，你知道现在所有造型都可以用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选任何一只角色都有，就是现在造型好像过年期间好像有，真的就蛮好看的。真的，我过年还没有玩，果然是猫。我们来猜李彩杰几点会过来吧。4点半。可他不是说他今天晚上要去吃饭，他们晚上有要吃饭啊，跟家人那样。我怎么都没看到。我猜他，我播到2点半嘛，我猜3点半。我也猜3点半。嗯。大概3点。栗子要你陪他直播就惨了。你觉得李佳丽会过来吗？不会。李佳丽每次都说我不约她，只约涵涵。没有，我没有。那是因为栗子不打游戏，所以她每次过来都不知道干嘛。
就会有点无聊，所以他自己也不没有韩寒那么喜欢。栗子昨天晚上一点才下播，太久了吧？你看我看错吗？难怪睡到现在。哎，你直播的时候不要突然叫我，我会以为我又失言了。我看你说什么？你刚刚这样子，好像挥得很急。我想说，我又失言了。因为我太惊讶，那个他怎么会半夜一点才在播？我现在心脏还无法平复。你是说？我就想说，我又莫名其妙讲出什么不该说的话吗？你一天到晚在失言。有志荣跟哈苦涵涵一定会来，栗子可能太累睡倒。谢谢金佑的幸福快乐。他们醒来还要化妆？不用化了啦，他们现在来这边都没化妆啦。谢谢阿豪的眼睛夜大舅。哎，我们来看看龙宝在干嘛？他在睡觉。你把这个手机拿起来，然后照着他，然后我顺便要我要走过去，就是你跟他。那我帮你挡住。你挡不住我啦。你要这样挡得住。确定啊、然后丽丽要吃掉的吗？挡住了，挡住了。好好好，等一下。龙宝不抬头，龙宝抬头了。Hello， 还是我过去摸摸他。这个女的又来骚扰我了，好可爱哦，龙块头，偷亲，等等怎么回来？晚上七点半开播跳舞，跳到十一点多，接着聊到一点，太厉害了，栗子，栗子是我的直播偶像，直播界里的偶像，我觉得太厉害了。猫生好难，今天可以跟龙躺躺不用理我们了，真的吗？那我要继续去摸我了。几天都一直睡这个位置。猫抱着，姐姐心没带管，好可爱哟，受不了。愿意被平安骚扰吗？我觉得他应该觉得我是一个很烦人的女人吧。他一定想说，这女的又回来了。初三需要平衡的夕阳，龙体重有减轻吗？没有。他应该差不多7公斤吧。谢谢 SOBA 特工的人气星星。只有影子的智龙，谢谢阿元的星辰。因为我前几天就是回基隆不在这嘛，然后好像猫咪是除夕那天前一天来的，然后因为切换有。在还在这边，然后他就说志龙都睡在我的位置上，就是我平常睡觉的地方，他说志龙直接霸占我的位置。新竹下大雨，台北有下雨吗？台北有。然后我昨天回来之后他就没位置睡了，他就被赶到，不是赶到，我也很舍不得赶他，他就睡在很边边的位置。现在下大雨中，对，现在窗外很蒙蒙一片，白白的。谢谢博纯的香槟，谢谢 Alice 里的浪漫玫瑰，谢谢玉湾的红玫瑰。
谢谢赛佛的爆竹。我跟你们说一件很可爱的事情，就是昨天我睡前要喂智龙嘛，然后他的饲料放在外面，就是一个袋子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一个袋子。然后因为哈库的饲料也是同一个牌子的，然后但是哈库的上面是硬狗狗。哎，你要进来是不是？我帮你挡住，挡住了。哈库不可以哦，哈库他们会吵起来。快点，他来了。他哭在门口，想跟龙做朋友，但是龙不想。我在说很可爱的故事。什么？就昨天睡前我要喂龙嘛，然后他饲料在外面，然后我就说那个，因为他们龙跟哈库是同一个牌子的饲料，就长这样，然后就是一个硬狗，然后一个硬猫，然后两包放在一起，我觉得好可爱。没有喂错饲料，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可爱耶，就是。包装一模一样，只是上面是有一只狗跟一只猫的，就觉得两包放在一起好可爱哦。狗狗，我有闻过它们饲料不太味道，闻起来不太一样。就是猫咪的比较有鱼的味道嘛，然后狗狗的感觉比较肉的味道的感觉。自己被包装可爱的、哦，就是我们家有两个很可爱的小宠物。我就被那个包装疗愈到哎、欸，谢谢红包，吃起来一样吗？这个我倒是没吃过啦。你也是可爱动物，谢谢数字家的告白气球。会发生猫狗大战吗？会。就是龙刚来的那天，哈库一直想要跟他做朋友，但是龙拒绝了，他对他哈气。然后哈库就是也不太怕，就一直想要进来看那是什么生物这样。但是龙呢就一直哈气，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分开了，因为怕龙会就是出手的话，狗狗感觉也会反击，就不敢让他们靠太近。谢谢柯基鱼的幸运四叶草，想看猫狗大战。我们还很喜欢帮他们配音哎、欸，就是帮哈库跟智龙配音。我们有拍一个影片，他们相见欢的时候，那时候哈库还很小吧。谢谢 Lose 的闪光星星。现在应该不怕龙了。其实我觉得哈普没有怕过龙哎，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直想要接近龙了，就是没有怕。谢谢柯基宇的浪漫玫瑰，谢谢逸晨的专情告白，谢谢风敏的浪脑心，我押500赌智龙会赢。其实我觉得智龙蛮凶的哦，我之前被他抓的那个伤疤还在啊，还在，就是被他不小心抓到的那个，他的爪子是真的蛮利的，而且牙齿也蛮利。秋萍还在直播，抱歉，我跟涵涵打一下游戏。Hello， 哎，秋萍还在直播哦，你可以讲话吗？你也是吗？我压1000品很会输。他听起来刚睡醒。秋萍还说你是刚睡醒。他在说什么？什么？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开始喽！而且他在直播，他在直播，所以你的声音会被录进去哦。彩彩个性就是屁孩。双寒直播要来了吗？他感觉还没醒。他感觉还没醒，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哈库长大也赢不了龙吧？谢谢变成星星柠檬的闪光星星。没有哎、欸，我觉得狗狗长大应该也蛮凶的吧？如果遇到了危险的话，
感觉也会反击。可是感觉哈古是那种很想跟大家做朋友的。对，狗狗比较想要跟大家做朋友，但猫比较傲娇一点。涵涵现在只记得要安利圣诞厅。哦，对，涵涵的圣诞厅是三月的，对不对？大家要记得预购哦。是他在我，韩寒的圣诞厅，大家要记得预购哦。是韩寒那时候在我家电脑画的，是吧？对对对，他在我家电脑画的。谢谢子萱的闪光星星。他说谢谢。说谢谢，他们说韩寒怎么烟酒嗓？那么烟酒嗓？不是很早睡吗？还说韩寒昨天有跟播。他昨天九点睡啦。他现在不敢讲话了啦。什么时候来？我什么时候来？差不多。差不多，好，那我们打完这场。他说差不多，要不要订饮料啊？他现在反应超慢的。来看龙，快点！栗子还在睡吗？没有，他醒了。看来还在长大，九点睡到现在，他不要再长大了。他的腿很长。你真的睡很久哎。栗子昨天跳完舞。因为我前天没睡觉。进房。对对对，他前天没睡了。什么不睡啊？他都爱玩游戏。进房拿晚餐时就回到房间睡。睡不着。大家说涵涵好可爱。嗯。根本就没有看到人也在可爱，可爱什么意思？栗子，拜托多睡一点，然后来兑发票、哦。好。上次忘记兑了，今天来兑一下发票。而且我昨天有去财神庙拜拜，会不会比较有机会啊？对哦。可爱呀，涵涵超可爱，配合反应慢慢的很可爱。栗子昨天凌晨一点关播，刚睡醒的女生莎莎，一万点啊！那我也要装刚睡醒的声音。好，你装一下，帮他。嗯，没有啊。什么？好啊，这样吗？哎、欸，我们都看到你的头皮耶，你可不可以可爱一点？哦，再一次。嗯，可爱。他是不是想丑化？他丑化你，对。我没有，好像喝醉。他们说我很像喝醉。大家没有人说他很可爱。谢谢命的文手礼。再加小蚂蚁应该不行。这要对几月份的、啊？十月吗？但是删掉的。十一、十二月，好的、哦。他要选对也太丢脸吧。十一、十二月。我是开小对吗？然后。你有载具吗？有哎、欸。我有载具。九十还可以对，你来分类一下。先跑，可以吗？十一、十二月份。我在这边玩会跑你吗？我吗？对，完全不会啊，越吵越好，拜托。我太安静了。结果我发现发票没有很多张哎。哎，等一下 ，Mina 会来，我问他要不要喝饮料，那你们要点哪一家？他问。嗯，各位有人要回吗？要喝哪一家？都可以啊。我还没醒。好，等你醒。可以嗨起来。想不到要喝什么。阿丽子会来吗？丽子会呀、啊。真的？我有一张九十月的。你被杀了吗 ？Mina 也行动派了，今天就来。对啊，我们是约今天啊，他要来打俄罗斯方块。啊！被击杀。不
觉得过年很开心吗？我觉得过年很开心哎。只有我在开心吗？很开心啊。谢谢 CKYMK 的文手礼。怎么办？我觉得这场不妙。你们不要不小心讲出 ID 的名字哦。不会，没事，怎么可能讲？没有啊，就紧张说，哎，那个谁谁谁，你要死掉了吧？不会吗？会吗？哎，那个谁谁谁，小心讲。哦，不会吧？有这么雷吗？很像是我会做出来的事情。对，你会。平衡要不要 carry 切换一场？感觉旁边不太行。是我 carry 他。哪有？这里面怎么有零钱呢、啊？哎、欸，那是我的，请不要拿。哦，你怎么把零钱丢在发票桶里啊？哦，那因为我想说，有的回家就自以为存一点啊。哦。哦，超烦。好想吃寿司哦，输啦！你们输了？还没。大家还有推荐什么影集吗？最近的，想说过年可以追一下。正在吃寿司啦，怎么那么好？一二月的还不行，对不对？我有一张九十月的，来对一下发票。拿钞票就好，零钱不要拿。哎，没想到吗？谢谢阿俊的浪漫玫瑰。真的。不开心，其实你都冰到哎、欸，但是他在九十月，而且我想到他可以当我的爸，为什么？那个洛伊啊，他可以，他可以啊，他的球球当我的爸。很寒玩貂蝉，被发现了啦！貂蝉哦，貂蝉还好吧，小事。那我都玩卡利跟特，对，不一定，就是目前比较会这两只。但我觉得打野很难呢、欸，超难的。打野要一直很会走位，我觉得。你要跟模特儿一样，很会走位。OK， 好，我来对一下发票了哟。里面没有猫猫或兔兔的角色吗？应该有吧，不确定啊。猫猫有吗？有啊，那个史兰兹吗？是不是有一个？你知道我在说谁吗？有一个射手。七号都玩哪路？他都玩的样子。射手跟凯撒。可是有时候也会打野。我打得不好。我知道啊。哦，谢谢哦。哦，谢谢他哎。孟宝说：“我只会夸克。欸”哎，我超怕夸克，射手超怕夸克。夸克超烦。夸克会抓的话真的很猛，但是不会抓的话就我蛮开心的，因为我每次射手魔龙路都会遇到夸克，我就很害怕。那被他抓到真的就不行哎。好了，哎。对一下发票。哎、欸，有人推荐你剧，你不是叫人家推荐，然后推荐了你又不看。哦，推荐我剧哦，抱歉。哪里啊？这个毛巾。平安有看过《开端》这一部录剧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看过。它是影集是不是？开端。最怕跑去乱演。真的。欸、我们这一场也太惨了吧！我等一下也要玩。好啊，那你的等级不能跟我们打排位。我不行吗？不好意思，不行哎、欸。我以为我比较高级。华灯初上我看过了，令月真的很痛，海涵可以练。
哎，令月的招很漂亮，是这样秀。令月，哎，你念一次，练令月。练令月。哎，怎么念的比我好？九十月，哎，我有点忘记发票，不对，后三码对不对？八五五。嗯，有在场。没有，拜拜。爱很美味，没看过哎，我比较少看华剧吗？我比较常看美剧。比较少看就是台湾的剧。但日本、韩国啊、欧美的会看，比较常看。中路这版本还是推图伦，哎，我觉得卡莉也很强，我觉得卡莉蛮强的。我也有玩图伦啊。图伦也蛮强的，有时候遇到很会玩的图伦就很可怕。嗯，你是说我不会玩是不是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睡。哎，你没有回应哎，你说我不会玩图伦是不是？我没遇过你玩图伦啊。哦，对，因为我跟你们玩的时候，你们都一直抢中路，我根本就不用玩图伦了。要会玩才强，每个角色都要会玩才强。Hello， 还在睡。禁言呢，我没看到。十一、十二月的发票来喽，各位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对对看。顺便帮我复查一下，我有没有对错？这个是093，谢谢 Darkway 的浪漫玫瑰，093。我等下中了100万怎么办？哎，不要讲。093。哎，涵涵，如果他等下对发票中了100万怎么办？请客，100万才请客，要买房子给我们了吧？100万买不起啦，才买一小块地，龙都不够睡。在凶什么？你在激动什么？100万买的一块地，龙都不够睡。他很凶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再来一场。啊，你这场是多得812。MVP， 但是输了有什么用？可以买车位，可是没有车买车位要干嘛？这样龙可以睡在车位里，还是存起来或者买股票？买股票应该是最好的方法吧？真的。010222，好紧张、哦。621，哎，阿华这个提议很好哎、欸。什么？100万就跟龙的主人买龙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龙才不止100万呢。但是他会买，我觉得龙的主人吗？他会卖吗？你要给他听的哦。哦，去抱他，去抱他。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呢？听不到，没听到，没有啊，我们都很爱你。你怎么可以被他听到这种话？龙吓到，他被我刚刚踢到饲料，他吓到。又来了，这女人又来了。看到是背影哎，很帅气。为什么？我不能选那个。哎，先不要，你不要选貂蝉。龙吓到不敢动。你855，然后按禁用。现在是禁用时间。292。我不能想用什么。不是，没关系，你先不要按。984。你看他进到自己的那个，闪用是现在才可以。对。一场又结束了，哎，你们打完一场了。对啊。平安可以用 app 对发票，不是我想说手对比较有 feel， 比较有那个紧张的气氛。你要锁定哦。094。好难中哦。084，谢谢高级韩粉的紫竹守护灵。175，191，252。因为刚才算是啊，中了吗？中了，6奖。
200块吗？是5200，是200，要讲是200块。200李彩杰以为你中100万的叫声。哇哦，好开心啊！财神庙有用哎、欸。他整个脸红哎、欸，他激动到脸红。谢谢卡木伊的掌声鼓励，谢谢林岩的掌声鼓励，是200块252啊。买什么、啊？那是买什么？谢谢金佑的小绿油刷起来，谢谢 Alice 里的掌声鼓励，谢谢科技的掌声鼓励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样是我的。谢谢啊，掌声！我看是买什么？哎、欸，但也不一定，成品125是不是你？因为我在成品不止买一，我买了书什么的，应该不止150。还是我去公司旁边吃饭？吃饭。是不是吃饭啊？有可能哦。哎、欸，125有人说吃完龟，超有可能、欸。还是小南门之类的。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是小南门啊，小南门套餐125块啊。是，哎、欸，他吃小南门。哇，还好我有吃。等于你那一餐是免钱啦、啊。对。哈，我好开心哦，二五哦。小南门都记得。我现在笑到那个，你合不拢嘴就是长这样子，你的那个牙缝，你不要叫大家注意。然后好，继续。哦，我现在燃烧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心情燃烧起来，549384，发票是最低200块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你中了一个最低，但不错，有送就不错了。下一张200374696被抢走了。416623我很紧张哎。拜托中一千。027177709谢谢爆竹。等一下买刮刮乐吗？哎、欸，我姑姑有送一个刮刮乐哎、欸。那你刮了吗？还没。还是我等一下来刮。这个。真的、哦，谢谢，新年快乐、欸！先看一下，如果里面3000块，请先还我。好可爱的红包袋哦！哎、欸，我姑姑说也有给你的。真的？嗯。怎么那么棒啊？那个就先给你。给我红包哦！怎么那么好？不是，是刮刮乐。给我刮刮乐！怎么那么可爱？这红包袋好可爱啊！谢谢。九，这是什么、啊？看电影的哎、欸，947，你去看电影哦。947我去看电影，我忘了、欸。366573809哎，你现在边对发票，然后边回忆当初在干嘛、欸？谢谢 Draken 的爆竹，你说当初吃了什么？对啊，就是没有，我是说你感觉刚才在想，比如说，因为你感觉不会去看发票，看电影不是看发票，看电影。427就可以知道我们当时候做了各自做了什么事。816776212364286谁？那么厉害？283你不看买啥吗？它上面不太会显示买什么。对啊，有的现在都不写了，现在都是短的。473天哪，你被牺牲了。253差一号哎、欸，刚252，然后这253，798，014，721，037，
最后一张了，941，中了200块，不错啊，不错，我很开心哎。我刚刚差点又要再中一个200，有253，好可惜。没事，找一个去就可以。对啊，我这个月有三张都差一号，今天的饮料有着落了，好赞哦，我好开心哦。谢谢洛生的枫叶，谢谢福福妈的掌声鼓励。那我这个可以丢掉了，对不对？就留这张，就可以换钱。谢谢潘森的小鸡蹦蹦，小鸡蹦蹦，垃圾桶，喂，没丢进哎。我要来开刮刮乐吗？现在吗？可以啊。很紧张哎。我要来刮刮乐。谢谢阿华的非你莫属，有中的很厉害，我也觉得，好开心。对，我直接撕破这个红包袋吗？哎，要小心哦。难开。它很可爱。趁气势刮起来。谢谢华华的掌声鼓励。里面是彩券哎、欸！啊，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看，这不是刮刮乐，是彩券。哦，好。乐透彩是吗 ？Sorry， 我也是刮刮乐，因为他跟我说每一个的每一包就是自己抽，然后各凭本事。好了，那你的再给你好了。给我刮刮乐、这应该是我的，然后你的有一包这样。怎么那么好 ？Sorry， 不是刮刮乐，我以为是。但我之前没有6000块。我之前刮刮乐，哎、欸，我们是一直去吃饭，然后有啊，刮刮乐，然后中100。你有中吗？哎、欸，我中200还100的。李佳丽中超多。李佳丽中1000。为什么？她最不缺钱呢、欸。那天是有谁 ？Mina、小晴、我、泪姬，跟栗子、彩姐，还有你一起去吃饭。对。然后李佳丽中1000。结果那张中100，他苦叫一声，智龙没有反应，他睡着了。他觉得猫生好累，他习惯了啦。栗子去年生日花很多啦，也是有付出才会有收获。他每个月在那边花那个蛋糕钱买，就是帮粉丝庆祝。嗯，他也该中这1000块。中的1000都吃掉了，很合理。我好开心哦！我觉得这一定是吃小南门，因为它125块应该就是小南门。小南门的套餐125块，有汤有菜，然后有面的那个。有蚊子，你不要动哦！你不要动哦！有蚊子，啊！打到了吗？你把它打在我的衣服，这样我不就要重洗？有打到哎、欸。那你用卫生纸包。打到蚊子了，是这个吗？对呀，我打到了。啊，如果在我脸上，你也要这样做下来。没办法啊，我打到蚊子。谢谢灰仔，谢谢后宽的米卡找亮点，谢谢灰仔的爆竹，趁机报仇。真的？因为他顶在他肩膀上啊。那有什么办法？我差点以为你要送我。谢谢中影的新年快乐。你有擦干净吗？没有，我想去洗手。那请你先把我衣服上的擦干净。我有擦干净的衣服，真的。谢谢。只好一巴掌打下去。我去洗个手，我觉得有点脏。
一定觉得我很烦。志龙对蚊子有兴趣吗？好像没兴趣了。原来房间有厕所。志龙的脸有完没完？好可爱哦，他真的太可爱了。他就算把我的床单弄的都是猫毛跟猫砂，我也都不介意。志龙说：“我是擦手的毛巾吗？”还没有，我刚刚有先擦干才摸它。李彩洁，什么时候来啊？我想你耶。啊，我关麦了。等一下，午餐。什么？你说你吃完午餐才来吗？还是你来这边吃午餐？后面柜子是一看冰箱吗？后面柜子不是后面就是一个柜子，放一些包包跟帽子的柜子。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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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风寒，他要吃完饭再过来是不是？好像是哦。那你睡志龙的窝可以吗？谢谢博成的钟情玫瑰。今是谁的生日明信片？那是小琴、瑞奇、韩寒跟我。哎，我觉得这三个人很可爱，所以我就拿了公司的 B 品回来，因为那就是可以给大家拿。然后我就拿了 Koha、瑞奇跟彩杰。大家要想办法登上品寒的这个墙。超不重要的家，超不重要的家，谁想要上去？居然没栗子，栗子走心。没有，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在拿的时候就看到这几个人的，我就拿了。后来的我就没有再拿。你应该要更会说话，说栗子是不会有 B 品出现。竟然有零一可以拿？应该那只是印刷，可能没有印刷好之类的。之类的吧。对啊，栗子可能没有。或是打板什么的。对对对。谢谢后宽的爆竹，小智顶点，千万懂说话，不是哦。可是这样说的话，好像其他人有逼名啊，不能逼名啊。这样怎么说都不对啊，没有，只是就是刚好顺手拿了这三张而已。不要走心好吧，你不要在那边挑起纷争。挑起纷争啊。就是一个超不重要的墙壁而已。栗子有出现在我这边的那个拍立得，都是他哎，他是最大赢家。品涵可以插播一首《不要生气》吗？不要生气，我唱给你们听就好。不要生气，生气的人怎样？生气的人。不要生气，生气的人。Yeah. 不要生气。我帮你播。生气是魔鬼。是这样乱唱吗？你正在乱唱。那你帮我放。好，不然我不想用我的。也不要用我的。那用李彩姐。给魔鬼留地步。生气。挑起争端。怒的人跳起针端，跟着跳。仔细分针，忍耐的人仔细分针。如你生气，假如你生气，要配合舞蹈。谢谢南风的幸运四叶草，谢谢品涵，我不气了。这个点日是不是很多啊？270万，它是爆红是吗？看到品涵就不气了，不要生气，生气给魔鬼留地步，生气，不要生气，生气吃亏是你自己，不要生气。生气的魔鬼留地步，要顺着波好运来吗？
谢谢水阿北的掌声鼓励。听这首超气，我放这首给志龙听啊，要告诉他不要生气啊，不然怕他听到他哭又在生气。听到这首很气啊，越听越气，不是吗？血压上升。哎，你要看 Lady Gaga 版？不要哈气，很嘲讽。哎，我应该要给志龙唱不要哈气，不要哈气，不要哈口。怎么好像很潮？这是 Lady Gaga 吧？他是拍 Lady Gaga 的 MV 是不是？对。潮嘞。这是哪一首的 MV 啊？网友怎么那么闲啊？你怎么骂人啊？没有，主要他们很多网友都很有才耶。谢谢 Cody 的《爱的烟火》。平常有听过《见面就笑嘻嘻》这首歌吗？没有啊。见面。那是什么歌？这是过年的歌吗？哦，旺福的吗？还是不是？创意的极限，恶搞的方向。这三个要拿去换呢？旺福的吗？见面就笑嘻嘻。好吃跟龙跳舞怎么样？敢抱他，自从被他抓过后，再也不敢抱他了。那女人又来了，现在不太敢抱他，好可爱呀！龟缸耶，什么意思？一个梗图，没有一个梗图，就是水母的那个。可是我还是不懂那什么意思。就是一个梗图而已。你没有 get 到。龟缸耶。龙，你在干嘛？哈龙。他在磨袋子。他在吻你。整天的一直来的意思，鬼刚哎，烦不烦啊？整天都在烦的意思。嗯，他居然要抓袋子，他以前没看过他这样，好可爱哦。龙宝过来，
你小心不要压到他的脚哦，他在你椅子后面跑走了。品涵的笑容可以感化他。去哪了？动物观察家。拿点心棒诱惑了，这边没有点心棒，这边只有饲料。是不是差不多也可以喂饲料？可以可以可以，等等再喂。我是早上十点半吧的时候喂的。他一天到底吃几餐啊？少量多餐可以吧？是吗？问我准吗？对啊，一定说可以继续吃啊。平安有看过觉得被猫打的影片吗？有，这样被扒的，对不对？我有看过，那个很好看，我一直狂看欸，看200遍。平安的笑容可以感化哈库呢。哎，我好喜欢这首。这首什么？我当你空气。哦，我听过。为什么他们可以做成 GIF 的？你看这个贴图，他把觉得那个做 GIF 的然后变贴图，好可爱哦！哎，我在看，我在看，哎，看不腻耶，好笑。我们可以看30分钟。为什么猫会这样打人呢？好可爱哦！嗨，龙。好可爱哦！为什么猫会这样打人呢？它只是想推开你吧。嗨，龙。我也想被猫打。什么抖音发言？谁？他说那个贴图我可以存起来呀。那你存一下。添加贴图，新增成功。我存了，想被品涵打。新年快乐，品涵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就像水龙头滴水，猫也会去爬。还是猫就喜欢拨一些东西呀、啊？龙宝。好像他阻止他弄他的东西，然后你打我，猫真的给你一巴掌，太好笑了。我觉得我们组好像很多都喜欢猫哎，我们都称自己是猫草组，真的蛮猫的。还是，可是我觉得你们整团都喜欢猫啊？没有啊，有喜欢狗，因为像谁喜欢狗？真的，你们全团都是猫派的？是吗？有人喜欢有养狗吧？看柏林陈思雅养狗啊？哦。Cookie 是全台北最可爱的。七七也养，有养狗啊。但七蛮也喜欢猫吧。嗯，但我们组就是，觉，然后安安、林杰，然后我，就是他们都养猫咪。没有，我觉得你们整团都很爱偏偏爱猫。韩寒最近有狗派化的迹象。草组。对啊，哪有？草组真的太多猫猫，草组都是猫，没有，好像嗡嗡喜欢比较偏狗，嗡嗡很他喜欢活泼的那种，嗡嗡本身就很犬啊，因为我们组比较闷骚，所以比较像猫，所以喜欢猫是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人的个性也会影响喜欢的东西。对啊，你看嗡是不是很犬？嗡嗡蛮犬的。汪汪不是养安安吗？怎么有点好像？汪汪可以养我吗？我被养。哦，谢谢哭江的爱的熊抱，谢谢哭江，好可爱哟、哦！谢谢哭江。哎，有人的 ID 名字叫高音唱下去，哎，高音唱上去，邻居就下来了，很好笑。那 ID 名字太有创意了吧？高音唱上去，邻居就下来了。一直在想象那个，
画面。再听一次。限定熊抱已经没了。你有要喂它吗？现在吗？哎、欸，它怎么伸那么伸展？哈喽，你在干嘛？它在伸展耶。它想吃饭了是不是？嗨，它过来蹭我。他过来蹭我，他想吃饭了。龙宝，你怎么钻在我下面的地毯呢？龙在活动筋骨，谢谢 Cody 的爱了。他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啊，两点多嘞。那他十点才，十点半才吃。可以啦，十一想饿死他哦。龙宝。拍一下龙吧，龙。好了，你喂它，我帮你拍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等一下。会拍到东西的。不会不会，等一下、啊、我先遮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好会遮哦，还是遮的没什么难度。哎，这要怎么打开啊？你把它拉开了。这个先。而且这样我很雾哎。对啊，很无玩。来来来，擦擦。好，我们遮。好的。然后呢，把可以换前镜头吧？怎么那么麻烦？等一下啊、哦！好好笑、哦。游民的手太油。先换镜头，这样吗？好好，那等下。嗨 ，OK。喵喵，你到这边，到这边，到这边，比较宽。这里吗？好。嘿，拍它。可是没有我的脸，会不会太短薄？不会。龙宝，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这边镜头很不好哎、欸。好，这样这样。一点点就好。哎、欸，这么急哦。你还没有帮他倒水，他这样吃的够。那你也趴着，这样才能照到。嗯呀，好可爱哟、喔！没帮他倒水，大水水呀。志荣说要不要一起吃？趁现在狂摸，你只是靠近，美丽还窒息，他要被我烦死了，吃个饭好难啊，可爱哦，是不是只要可爱就有饭吃啊？可爱就有饭吃了，会不会太低呀、啊？摸脚脚，嗯，抱歉，你忘记帮他盛那个，太低了，太低了，他已经要吃完了耶。很可爱哟、哦，你好可爱哟、哦。他吃完了耶，会给他太少吗？差一点点。吃饱了。来吧。平安，你低一点。Hello。他掉头就走哎，吃完掉头就走。这么现实的，嗨龙，好可爱哦！啊，他 wink， 他 wink 吗？还是他只是眼睛不舒服？哎、欸，那你过去，你过去他旁边，这样才能同框。低一点，你也趴着，对对对。会不会打我？不会不会，
这样他们就有新的 GIF 也不错。你摸摸他下巴。我正面有点不敢。可以啦。帮你抓下巴嘛。是不是还想吃？要上去了。太黑看不到。太回来了。好，那你遮一下。哎，换你。品寒猫。不是，换你吃。为什么？快点啦！不要。快点啦！不要。快点。不要。快点。我要装猫。你装一下猫啦。不要，那是龙的碗。你试试看。不要好。你没快一点，真的真的，大家说在线等。哎，真的真的，大家都说在线等，在线。剪啊！哎呦，过年呐、啊，大家开心。为什么我要？好好好。这样子啊，哎、欸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看的水。大家你看在线等刷一排，哎，好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、欸，你不是刷眼？我没有刷眼啊。这边湿湿的、欸，哎。我现在拍地板啦、啊，你这个直播不会过啦，快点。那你帮我拿回来。好。快点，不然我怕它会不见。好好好，快点快点。那你怎么让他那个？为什么一直要搓一下？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。要借游民，谢谢小蛋的枫叶。平安猫傲娇，真的，平安猫也生气了。那边地板湿湿的，可以帮我擦一下吗？好。谢谢中影的钟情玫瑰，谢谢阿和，谢谢志宏的新春灯笼，谢谢志宏，谢谢 LWJ 的星辰。那我今天直播差不多了，喂完猫就差不多了。谢谢迪伦的告白气球，那我先来念排名了哟。品寒猫好心还有白手套 ，Hello 龙怎么又来呀？好可爱呀、啊！他很喜欢在我桌子底下的地毯，他坐下来了，好可爱哦！你是要来给我踩踩的吗？我帮你按摩，踩踩。我用脚帮他踩踩，他是不是舒服啊？踩我，我先来念排名哦。不要踩志龙，可以踩志宏。嗯？你问号脸。原来志龙也懂被踩。来念个排名。第十名博维，第九名博成，第八李真，第七钟颖，第六金友，第五雪大巴，第四柯基宇，第三淮淮，第二志宏，第一枯江。恭喜枯江、志宏、淮淮可以指定啦！谢谢柯基宇的掌声鼓励。杨宝，你怎么可爱坐在这里呀、啊？你好可爱耶！嗯，他被我踩一踩就走掉嘞，我又烦到他了。谢谢 LWJ 的枫叶，我是不是一直吵到龙宝？直播辛苦，是不是有人要指定一下品寒猫？等等，他们指定品寒猫趴下，不行，我拒绝。猫咪是很傲娇的。大家新年快乐呀！祝
大家年假开心。看了小鸡去年他们的时间指定是半年，那今年也来一次吧。好的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行大运，福虎生风，然后虎年都可以行大运。嗯，刚才讲过了。虎年都可以很 happy 哦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虎克船长，对，虎克船长。祝大家虎克船长。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大吉大利，祝大家虎克船长新年快乐。我要指定平常用阿昭语去跟我说又老一岁还这么废。哎，哭江又老一岁了还这么废。很凶哎，他自己指定我的。好像很是每个人都蛮适用的，我就觉得蛮适用的那一句。够傲娇吗？你要再凶一点，你再凶一点啦、啊！哭江，又老了一岁，还这么废啊！谢谢真源的爆竹，这样有傲娇吗？谢谢 Roman Lin 的浪漫玫瑰，明天生日啦，又老一岁还这么废，真的，你明天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嘿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嘿嘿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哦，嘿嘿嘿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嘿嘿。李佳 version， 对，李佳 version， 生日快乐，哭江。指定新春祝福语一到十开头，新春的一元复始，二有什么啊？二有什么啊？生日快乐有苦讲，二两只老虎，二的时候有东西吃，他要成语啊，要成语，二二大顺。超烂！后天生日，真的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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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梦宝生日快乐。哦，有什么啊？二虎扑羊，谢谢品涵，谢谢大家，明年要努力，不这么废。二大顺啊，三的话，三。山穷水尽，嗯，可以吗？好的吗？哦，山嘿，龙宝又上来了，姗姗来迟，三人成虎，怎么都负面的？四三喜临门，三阳开泰 ，OK， 三阳开泰，我看到他们留言的，应该是三四的话。四四顺心可以吗？可以。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七四十九，嗯，七七好七七好棒，七七好美，七 七, 七好美，哦，这也算吉祥话吧？哦哦，八七七组长，八的话，八八八八。然后九的话呢，久坐不累，这算吉祥话吧？这很重要哎，久坐不累啊。好像蛮重要。十的话，十全十美，可以了吧？这个吉祥话，八方圆觉，八八八嘞。这吉祥话是龙宝，你怎么又坐回去啦、啊？哎、欸，李佳丽说不想来了。哈？怎么会呢？是不是雨太大？那彩杰会来吗？不知道，
八方云谲，他们这整个超好笑的。你看八方云谲的图，为什么云谲的图那么多？他把它做八方云谲，很好笑哎。嗯，你截图一下，我等一下再看。谢谢摄影的掌声鼓励，吃饱就回去做好。大家说栗子不来吗？谢谢大家的指定。那我今天直播差不多啦，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年假开心。哎，我现在直播是周日吧？对，周日见，大家周日见啦。谢谢梦宝的枫叶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梦宝，拜拜。大家新年快乐。礼拜天是下午四点哦，拜拜！谢谢宏伟的浪漫玫瑰，大家新年快乐！祝你们刮刮乐都刮到钱，拜拜！龙宝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新年快乐哦！平安不抢红包，对耶，我红包我抢一下，我有21个红包哎，我来抢一下哦。谢谢大家送的红包，是因为新年吗？所以你们送我红包？哎，还有阳光哎，阳光可以做什么啊？照亮大家哦。他说我的账号存在领取系统红包异常行为，他叫我稍后再领。你大量、哦、我只不过抢了，这样也不行哦，怎么办？我抢不到红包哎，各位，他不给我抢红包了，我刚刚只是连续领了3个，一次太多了，很好笑。但他红包数有减少，可是没有显示我得到几个。还有这种领太多的现象。全部点掉。哦，好。哦，有了。你是不是很不会操作？而且我拼图一直拼不到对的位置。因为你拼图都没拼完。阳光哦，阳光的不要领。哎，你直接无视我。抢红色的，有抢到了，抢到啦，最后一个。嘿，有哎，谢谢大家的红包，谢谢。新年快乐！我领完了，好开心哦！而且我今天中了200块，太棒了！新年开心的事，大家下次周日见啦，拜拜！妹妹，新年快乐哦！小拜拜，龙宝拜拜，龙宝你好可爱耶，拜拜！最后还是要再夸一下。你变口头禅了吧？龙宝可爱，吉祥话。拜拜。拜拜啦。